快問快答嘅環節，星仔咧係要喺幾秒入邊咧係回答我嘅提問嘅。證人準備好未？準備好，準備好啦。好，第一條 ，C 朗定係美斯？美斯。點解咧？可能我比較中意一啲 team player 多啲啦。你唔俾波 C 朗嘅時候，佢都會好穩陣啊。其他球員係唔想睇到咯。如果你踢波嘅話，大智慧定係麥泰羅咧？三二一，大智慧。大智慧，因為俾人叫過大智慧，係咪？唔係。因為其實我不識麥泰羅，我冇睇其實。唔知邊個，唔知邊個麥泰羅原來。FIFA 定係 Winning 咧？FIFA。普及上嘅 D1 未？未上過。未上過。英國定係香港？三二一，香港。因為香港土生土長嘅地方啦，都講自己嘅語言，同埋好中意食香港嘅茶餐廳。橙青嘅王威定係韓仔頭嘅王威咧？橙咗頭嘅王威，佢係球我哋球隊嘅潮流嘅尖端嚟嘅都。係。點解叫 Jason？ 其實我都唔知道係。小學期嗰陣時，老師幫我改，但係依家發覺好多人都叫 Jason 啦，然後出到嚟最最中意邊個球星咧？奧運，我哋嗰代應該係睇過，係因為前鋒同埋好快，同埋我覺得佢咁嘅身材踢邊前面嘅位置就好難，我覺得。但係奧運係著十號㗎，點解揀九號咧？其實我細個都著十號嘅，但係翻到嚟香港踢第一隊嘅時候，佢就安排咗九號俾我著，著得都順風順水，因為 keep 住。踢咁耐波啦，最深刻嘅入球係邊一次？邊一個入球？如果你話最深刻應該是港超的第一球啦，咁真係冇諗過嚟得咁快。嗯，揀一個和富大埔的隊友做你的女朋友，你會揀？好難揀喎，阿聰啦，阿聰，阿聰啦，可能佢行出嚟俾人有好大的安全感啦，係，同埋佢都好識照顧身邊的人。平時同女朋友講得最多的三句説話係邊三句？喺邊啊？做緊咩？幾點收工？試舉出女朋友的三個缺點。佢本身自己啲選擇困難症嘅，好難揀佢食咩咯。泰式就穩咯，可能係啊，泰式太識啦呢啲係啊，泰式人情世故咯，係啊，好太好啦，太好好得滯啊嘛。其實你幾高咧依家？一米八三咯，一米八三，係幾時變到依家咁高噶？十六七歲嘅時候咯，自己都驚啊。其實嗰陣時唔識高，可能會喺花園度跳下繩啊，打籃球都會有。所以咧，即係可能某部分嘅男同學咧見到。即係自己可能未發育咧，唔需要緊張住嘅，俾多少時間跳下咁樣喐下咧，就有機會啦。我自己都係嘅，我都係15定16歲先至變到依家咁樣嘅啫。咁當然唔關肥事啦，肥咗係因為食嘢食得太多，